记得哦，要煎鱼哈、哦，要煎鱼的时候哈、哦，要热锅，要把油锅热，热了才放下去啊，不然鱼皮会脱掉。热的时候哈、哦，你就把腌好的鱼放下去。放下去，把它放下去哈，放下去。那它会喷哦，新手要注意哦，会喷，要盖上锅盖，盖上锅盖。刚才大火嘛，现在改中小火。它煎好才翻面，看它有焦才翻面，才不会脱皮。